我用催眠剑杀了自己，这10万越族士兵就能回家。是。只要我死，他真的就会平安无事。 奇怪，他的妻子是个大恶人，还总是欺负他，可他为何还是要和他在一起，对他好，保护他，到最后一刻还是要这样爱着他？哎呀，我的小兰花，你不懂。爱没有道理，善也好，恶也好，仙也罢，人也罢，爱上了，便是爱上了，听不懂。 难道这就是命吗？这不是命，世间万物都是命，唯独这爱不是命。全都只是因为你，决定你是心中唯一，说再见。 你醒了。
大木头，你怎么了？大木头，没什么，我好像做了一个噩梦。什么噩梦？不提他了。大木头，你弄痛我了。大木头，让我抱抱你。是否是眼前是谁的